夏天没胃口怎么办？萨瓦迪卡给你答案。喜欢海鲜又喜欢酸辣，来碗冬阴功兴奋一下，假装在泰国度假。冬是汤，阴是酸辣，功是虾。冬阴功就是酸辣虾汤的意思。 Very good 的好吃，夏天必吃，泰国朋友强烈推荐的这款冬阴浓汤板料包，现在居然国内也能买到，原汁原味泰国味，够酸又够辣，好吃到爆炸。很不浪难买的材料里面都包含掉，连椰浆都配套，一包在手，泰味我有，啥都不用再放了，简单操作，有手就能做。非常时期不能出国，那就让味蕾带你去趟泰国，你先来一口，绝对 beautiful。 关注我，在家吃遍全球。